这不是我们的周大医生吗？周医生去你家了，不是，有没有被拍到？喂，弟弟，你好好的，我还有事就先忙了，拜拜。见异思迁，朝秦暮楚，喜新厌旧，拈花惹草。哎，你说，他怎么能把所有这么糟糕的词，一股脑的套在我身上啊？萧远松，我问你，你对吴迪是认真的吗？ 废话，不认真能像现在这样吗？那吴迪知不知道你是认真的？啊？你有没有认真追求过吴迪？哇，佳伟一个人把刨冰都拿走了，是觉得自己一个人三十秒之内就能吃完吗？还是照顾我们金斐呢？佳伟真是太体贴了，这样的小哥哥我都要心动了呀！加油加油！坏了坏了坏了，他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 他是医生发个这个很正常，这是他第一条朋友圈第一条，那又能代表什么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懂吗？苏锦北，真的惹到我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北北，怎么样？有事吗？我的脚好像不能动了。 也太浪漫了吧！这事儿挺搞笑的。我懒得理你，请你不要再白费功夫了。被拒绝了。